是，你快看，孙先生，给我打中了，打中了。啊！我返京20多年，我今日才得以亲自发炮，亲自发炮打击腐败的清军，我能不高兴吗？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，天津市委宣传部、天津电视台联合倾力打造大型史诗献礼剧《辛亥革命》，由唐国强任总导演，汇集了马少华、张秋歌、萧蔷、王思义和文清等一众实力大腕加盟，这也是继电影《建国大业》之后，在电视圈内发起了又一次明星总动员。我怕死就不会出来革命，如真能将我绑缚断头台，那我们革命成功就可以提早5年。为民，为社会，为苍生。这个戏阵容很强大，马少华、于荣光、姚居德，他们三位老师，很多的大咖大腕名演员们都加盟了这个戏啊，确实是可以撑得起全景式再现辛亥革命。这个三位老师来做客《今夜有戏》，我们待会儿得好好聊一聊戏里的故事、戏外的故事。另外，我们提前透露一下，戏正在热播，但是我们呢，从栏目组内部拿到了戏的结尾以及很多精彩的片花。节目之后，我们将为您独家奉送这些，敬请期待。三位都玩微博吗？对，都玩。文清老师多少粉丝了？哎呦，我太惭愧了，我那个新浪的没几万，挺少，因为我开的比较晚，我还特意成你的粉丝了。真的呀？我是钢丝啊。哎呦，谢谢，真的，我加你了，你得加我。我一会儿关注你，我关注。秋哥老师呢？人家说我还蛮时髦的，啊，刚开微博没有2月，嗯，这个有时候上去聊聊吧，就感受的最新鲜的事儿，随时都能上去，挺有意思的。这个特别近便的一个沟通方式，对对对对，它不像电脑上那个微博那大那博客，没错没错，不像这个方便，拿起来就快，没错，是吧？博客是应该上的，挺好的，微博更应该上哈。嗯，司仪，有微博多少粉丝？不知道，没注意。真的呀？嗯，几天发一个？我常常在发，因为觉得刷屏吗？什么叫刷屏？刷屏就是一会儿说我是微博控啊，微博控就是跟于谦似的。闲着没事坐那就这出，嗯，跟他说话他也不理你，哦，就不停的刷，不停的刷，不是那不是刷屏，就是不停的发，是一条接一条，我也不停的发，比如说黄健翔之流都是这样的，啊，一条接一条，汤汤汤，哎呀，太烦了，我给他取消了，一会儿电话过来，凭什么取消我？但是又得把他关注上啊，这样的人有好几位啊，有好几位。我们俩今天跟司仪见面，司仪还批评我说：“你为什么不老更新你微博呢？”他批评我，我一直更新，对，挺好的，跟那粉丝互动聊天一下。对对对。我们今夜有戏的新浪官方微博，如果是哪一位关注了，想跟三位老师说什么，尽管圈我们，待会儿我们好好聊一聊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啊。